坚强啊！刘琳姐，坚强一点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赵姐，啊，你别动啊！这场戏我当时想，哎呀，这孩子反正我也抱不起来，因为孩子已经有10岁了，他有80多斤。我始终想的是会借助一些什么样的手段，然后把他抱起来。导演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受了伤，然后他说他妈妈一下子就抱起来，给他送到医院去。女人在那一个瞬间是有很大的潜能的。刘老师要自己抱啊？当我真的进入到这样的情境当中，没事，没事，松吧，松吧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，我就把他抱起来了。拍近景啊，然后有全景，我要跑啊什么的，拍了很多很多遍。一下子就涌动了那种就是作为母亲的这种激情吧。女儿辛苦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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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